好好吃就好吃，来五百块来干杯，五百块来给你，给你最后三个人给你，来干杯，五百块。斑鸠，斑鸠是斑鸠。来，帅哥哦，来，在这边。哎，小心。来，干杯，五百块来，七包哦，七包哦，是三包哦，来，五百块来，飘行啊，又，来五百二，最后两位了，来，干杯啊哈，煎煎就好吃了，不要用沙拉油，先干杯，爱就用奶油。奶油。哦，来，五百块来，最后结了。五百。来五百块，五百块就接了，为了他给你来。皇冠干杯，最后一位五百块，通通有了哈。我爸喉咙都没了哈，来谢谢。我你阿你忘记当了，你真我太没得你是。No no no 是什么 ？No no no 是什么？是没兴趣哦，你只是想问问看而已哦。哇，风好大！你就在刷粉，就刷粉，刷粉，就刷粉。哎，兄弟，虾子谁买的？来，虾子，刚才谁买的虾子？还打过几盘，现在不带走了。不好意思，来，来，下次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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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这边，来，下次过来，来，来，下次来，来，大哥你们的，谢谢，来，来，阿古来这边假上，你卤点菜搞不？来，双皮蛋煮椒，放干，哦，你能，披萨没有？披萨没有？来，旁边，这边就好了，等一下我自己拿来。来，双皮蛋猪肉，来，有吃过我们家山猪肉的不用介绍了，来，渔民来。对，谢谢。我们这三花小花姐马上处理，来三百块来山猪肉，来两条两斤重，三百块而已。双皮蛋三百，北超车北路叉海中二家，两斤重起爱四百，我换三百两角，来两百块给我来，双皮蛋两百块的。一个客人阿等于差来，两百肉刷的吧。来一个好吗？对了，我讲的你两百肉，刷的吧，做起来。对，是，那是山猪肉切片的。刚到，请问这是哪里？一人一份的刷的。刘总的，你说，啊、谢谢你刚到新达港还是你刚上网？放假来，家里啊。刘总的，你是说你刚？刚进来聊天室还是你刚到？刚到新达港。这是要啊，鱼类摊位真的。来一个。放假呢？真的哦。来啊。来三把。你们有没有要去放假的？没有了。有了，领导还要见你啊。这边还没有。两个人包。要两百多。好，没有了。这样子啊，我公斤呢？我说他们很少会不难回家，还是欢喜头啊？有啦，来啦，我要吃鱼汤的，来我包的四百、三百块，三百块，我去鱼汤来三百了，我去一单啊，还少一单那股，来鱼汤三百块了，阿妈无咩叫伊啦，好啦好啦，我陪阿妈啊，来三百块来鱼汤三百，不要恁吃鱼汤，来三百了三百了，来两杯，来三百块得了，好，两个，这是新打卡。来三百了，三百块，哦，那是休息了，我管好伊。来三百了，三百了，我慢慢规条来，别别玩的，真都耍无啦。来三百，好过还没吃一个嘛。把这个板卡跟腰润排骨弄在一起，哇，吃这么好，吃下去的话，晚上要去跑操场了。好，慢休啊，慢个休息哦。腰润排骨加板卡，你吃完以后你要跑操场了。好了，给你，给你。好美！外公没形容的像啊。黄师傅，我故意的，因为是的，来最后一个。那个，因为这个口罩的品质比较差。沙巴，沙巴都没人啊。所以它里面会起毛，然后故意这样子的。来，我没形容的来。如果里面一直起毛的话，我会。来，再过来。几条鱼的？这边有。我没形容的像。来，不解散。哎，我们端午都给我掉了，端上面得了，不然都给几条。起毛的话，鼻子会不舒服。就讲几条了，我一条都修短。斑鸠对，斑鸠。来 ，OK， 你们啊，出几条？好，我几条好一点好。来，要吃红的，赶紧的。没买到。两公斤，最后一箱了，没有了。好美哦！哦，这里面都。喂，
还有披萨哦。我一天会带两个口罩出来，因为早上在海龙王那边戴完以后要丢掉，因为那边会抽烟，会抽烟。腰炖排骨真的好吃，会流鼻血，所以晚上要跑操场消耗一下。不然又没有，你们又没对象，除了跑操场是能怎样？我没说错吧？没对象还吃腰炖排骨加板嘎，吃那么好，怪谁？没三百啊，剩两包俩，来三个，剩两包俩，我无要买三百啊，我最近红的要到边行来三百是谁的？这边三百，五百，找回来，一包就好了嘛。真的啦，我李亚国今天没有领黄奕的。等一下，张哥，我找你。来250，最后两包了，够我两公斤重哦。黄富富在哪里？黄富富竟然有办法看到我的口罩。三八来卖你李亚国的，够吗？后面最后两包来拼盘料黄金一片。来，我要讲披萨的，来，1000块。黄富富在左手边吗？黄富富，先问一下呀。右手边。有。小贩吃好了。我今天卖贵，没有卖好多。等我一下，大哥应该还有一箱的样子哦。小贩吃好了。贵呀。十二包毛豆就满了。哎呦，盛哥 ，Michael， 那个看几毛豆看几场球赛就吃完了。对啊，你这样吃的话，你马上就在哦，棒嘎，你就累死。谢谢，来几。你吃完腰炖排骨加棒干，我在那边棒干。每一百，每加十，八十，都吃无买着五十，大二十倒来五十，你吃袂完啦。五十、二十，你拄着两多好，哎，阿姐，你吃三九块，二十块，我拄仔叫你起来，三两，我等阿久，你总无意思呢。来二十块，我来喊嘛，二十块，赶快拿钱。你要吃哪会拢无讲的？经理，哦，经理，你钓未啊？在几箱啊？好香啊！够了，对啦，我讲出例外，就哎，二十块拢卖掉哈，他妈20块，二十，弄歪啊！来13个，来9出13，水哦！来，鱼要买几啊？来1000块，来，来喽！快当招，来喽！应该是三个人给买的对。三个，1000块。拼盘哦，你嘞？你不买，我就不收钱了。来三位而已，来1000块。还有两个哦，1000块还有两个哦。这实在不应该，即卖实在袂，这时机实在袂使袂先于品牌，你知道？一料死，我买一片，来1000块了。老弟，你可以的，他没办法阻挡我，我当做动画品来啦。来1000块，哎，真的还有最后一箱了，真的没有了。那是刚才真的，我要留给后面的客人买。没问题，可以，有来就好了。1000个，1000块，请问我们家还有，还有冰吗？有啊，我都给你挂。还有吗？我帮你挑吧。弄一些给我们，来1000。来，我帮你看，来。可是我们打算去哪？我尽量上了。有吧？哥，哥是 Facebook， 我直播都有在脸书。哎，是啊，我的左脚。手又在哪里呢？手又在哪里？手又在哪里？这是僵尸。哦，僵尸，僵甲僵尸无同款，僵尸安尼同款，僵尸会当起起来人搞的。我唔无相信，我你起起来人看嘛，我叫你叫咩人可以看？来，变节时代。苹果会，那个不能加吗？不会，没办法，那我没办法，那是 YouTube， 我们 YouTube 可以啊 ，YouTube， 他是说他加会员 ，YouTube 可以加会员吗？就是等一下，iPhone 的没办法加会员，我们 iPhone 不能加会员，没关系，不用加。来，太好玩了，只有一位哦，继续来直播，我帮你弄，对啊，来，我帮你看哦，这个是我的，来。切三啊，挖切三啊，挖切三啊，这个就三位而已，各位赶快拿钱来，1000块。
阳光哦，阳光阳光进进屋。来几千人。来几千人。好干吗？来几千块，三块五块吧。好来。几个买啊？一个。一个哦，来。一个还那么大份。来一千块，继续送吧。来几千人。我请龙山，过来山，来一千个，过来买只鱼啊吧，这款，来一千块，真的只有一位啊、喔，真的吗？小店白骨真的推了对 ，Michael， 你可以吃，你说，要炖排骨加毛豆啊。今天鱼啊，今天很少了，我今天不要让你们吃太少了，好不好？你稍微还给我来两百块啊。OK 吧，哎，披萨先哦，披萨先，进一片三百块呢，还是进一片以外边啊俩，我们先发进一片啦、啊，来三百块来，挪威进一片哦，一片六十八块，来五片就三百四十块，来加四点加五点加六点加七点加八点，那么高点而已，啊，十点而已啦，来三百块都安尼刚好，安尼你无试看卖啊，那知好唔好？四点来，对不对？来八点，来九点，来十点，拢可以来，是五百啊。来三百或者，我问你今天来没有拿到，没有买到的，你要八点。可是要炖排骨跟毛豆有搭吗？这没什么吃的，要不中毒。这样有搭吗？来价吧，来贵进的贵进的。哪里七百？对啊。那个胜哥 Michael， 他刚才有来啊，他来买毛，来炒毛豆的。这什么都没有了。要吃的动作。他买了十二包，他上次因为礼拜五吧，他来买没有，我就叫阿正让三包给他，然后他吃完就再过来。用烤的正好吃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两个没拿到。孔明球啊，我在球啊，一秒四是不是打？来，我看到你包。还有一个。来三百块来，来五叠来六叠来七叠来。来八叠来九叠来十叠拢互你来三百咯，三百块来三百块，袂较紧的哈。来三百块，拢有啊，我们进一遍。无买着你就甲我讲的来，再六叠，再七叠，再八叠，再九叠来，再十叠拢互你来三百。春节人家人来，我们进一遍，还要买个齐全。来三百块，来小姐要两块。来拢有啊，哈，安尼我等下到尾啊，进一遍。来，谢谢你们来披萨，好不好？来。哎呦！等一下，披萨完了再。这里啦，来啦！意大利面。顺便啊。意大利面没有啊。意大利面没有热炒。炒炒炒炒面的啊，不炒炒。啊，不是啊，那个。包尾面呐。包炒面的啊。跑。不叫面，拢叫面。好，呆呆香菇，明天等你来哈，明天再过来，明天再过来。呆呆香菇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哎，那明天要不要帮你准备猪脚圈啊？你明天有一定要来吗？还是不确定？一袋五十五，四袋二啊二百两百，已经比那个小五袋而已。要哦，明天确定要过来哦，没问题，我等一下跟他讲，明天帮你准备三箱。没事吧？两百块，两百块。哦，来要吃披萨的来两百块来，我给了点了，七、哦、点来，八点来，两百块来。这东西很普遍，很多人卖，可是价钱要卖这样子，我就不知道哦。哎，我搞不搞啊？哈，头家公司在卖卖，我们吃好欢喜啦。来啦，披萨两百块了。我帮你拿，还有一份我帮你拿。来六片。气炸锅，气炸锅，烤香菇怎么设立？可以啊，烤香比较适合。可以啊。可以啊，温度调高一点。温度调高一点就可以。气炸锅跟烤香菇不一样。我炒过。好了好了，我帮你准备个，你是两个礼拜会，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下来是三天吃个一包，所以大概是在六到八包。来两百块阿伯买个手，两百块拢有啊哈，披萨拢买俩。哎，今天气炸锅超会包的，卖两百块这么多片，还是真会看。啊，没关系，大家慢慢考虑吧。来，阿妹讲国语来，刚变会上。下一回啊，我。
妹啊，你说有好好，帮他倒回去，帮他倒回去。来，三个客人而已，好吧，倒回去，可以500块来。妹妹啊，大哥来，这边帅哥跟大哥来了，好了，不要说钱了。这个帅哥跟大哥来，先说他们两个。好，两个。这下次没有这种价钱了，我跟你们先讲。十包没问题。好，证明拜拜，证明拜拜，证明拜拜。你买什么？证明买什么？你刚才鱼卵没买到。抓住兵马客，我就变小这边了。来，我爸是杰那边。来，我爸，这边是西亚龙，这边是西巴。等不够，板娘上场要再等一下。好，到5:30以后。5:30以后，哎呦，甜虾，连甜虾都出现了。好的，来，非常好。一回你对啊，来，我这边多少钱？一回，但是信宏来了没？信宏怎么会来？对，哇，金光发姐一旁吗？是吗？他等一下会来。是哦。啊，不要弄啦哈，我后天要来的，把那鱼皮200块来上来一份。买十包，明天再买十包。你千万别跟他吵。没有，走啊！我走一下，走啊！哦，乖，你过好你家己倒来哦。不，我一回。几个俩？没啦，不走，我放下别去。是啊，等下过来让他上镜。对，等下来的话，跟他上镜头。哎呦，我也懂哎。应该。来，中宝。来，先来。小姐哈，不好意思，刚刚放假，乖，是的，是的。阿弟妹。还是你要一包，你要一包，不要，不好意思哈。来，要吃甜虾300块，甜虾。都有啦，都有啦。甜虾。哦，不要再给我吃东西，我好多东西哦，晚餐不用吃了。甜虾就剩下1、2、3、4个。可以的，证明，证明你买什么啊？做过家都挺有。你的鱼卵没买到。700块。对，是拜儿子。你要放在那边的，不得不啊。他等一下会来。200块，甜虾200块，200，这绝对要卖300啦。200块，我来给来甜虾。来，帮你拿。来。200块。200块，那个是什么？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哪一个？哪一个是什么？啊？那包？哪一包？峰哥拿那个。来200块甜虾，后面200块甜虾。京都排骨吧。200块，应该是京都排骨。甜虾不，还是都不贵也办了。来，小姐的。来，最后选什么了？这应该是京都排骨。小姐的，来最后一位喽。来，赶快，这样就可以吃了。哦，这样就可以吃了，可是。还是加热比较好，比较香啊！哦，来，冷拌后来最要解了，给啊，妹妹赶紧！哎呦，哎呦喂！呵呵，你波波三级行，你说他都不如我。来，我要吃天下纯净的包。大人要吃。好了。不要再插队了，好不好？来，葱油饼冷拌后来。葱抓饼。不要再插队了，要插队了。冷拌后来还有吗？葱抓饼。来，冷拌肉，来200块来。1、2、3应该只有4个客人吧？哦，你没有买就没有了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哎，我跟你累了吗？来，你来，我给你灌输真气血，好。哎，啊，表情，啊，啊，没大事啊，哦，哎，习惯不好。好呀，是较安尼啦，我较故意啦，因为遐观众袂适合听这啦，跳啦。哦，我这，哎，这两天拢听无，我这拢听无，拢听无，哦，我这都。地位无遐管啊，遐！哎，啥地位无遐管？是啊，地位无遐管。你说那是？我那个博士级的了，拜托了。你等于该看重播了，我怎么形容？七八个，没错了，表演的不错，来宾，掌声帮我们峰哥。哦。谢谢你啊，峰哥，下次不要再用同样的招式了。对，要换个了。抓鸟笼抓手。哎，峰哥。200块。
幸好有出现哦，不可能，他不可能在这边下班，这不是他的房子。哎，别开玩笑啊！不要开玩笑。这700公克嘞，4包哦，4包超过4斤了嘞。来200块来，我不知道你们等什么。哦，我们的葱抓饼是超大片的。来200块。阿奇啊，给他笑。超客。来葱抓饼等8克，两个芥末，来放进。最后两位了。